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师傅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问一个亡人，那个张富华，张富贵的富，那个那个华底下的石的那个华。什么华？画个底石。画个底个画个底一个十字吗？画字什么画？哦，中华的华，小弟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小弟，你这个文化水平太差了吧？叫什么？啊、再讲一遍，从头讲一遍。张富华，富贵的富。张富华，过世啦。啊，对对对。这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母亲。张富华，你给他念过小房子啊？我请过别人的小房子给过他。多不多啊？一百多张应该有。嗯，一百多张。因为你妈妈人挺好的，喂？你妈妈人挺好的，你妈妈已经在天上了，在御界天了。他真的上去了？啊，开玩笑了，真的。我给他烧小房子好使呗，就是。当然好使，当然好使。你这孩子人挺乖的、挺好的。你妈妈人特别好，你妈妈一辈子没害过人。他很苦的。很苦的嘛，就是吃完苦就走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哦、而且你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小弟讲一点你就知道了。你妈妈做事。不开心，被人家欺负，怎么，他从来不讲的，就闷在肚子里了。这些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。哎呀，可怜了。那我还需要帮他为他做点什么吗，师傅？不要了，他在天上挺好的。他现在已经很稳定了。他很稳定，他头上还有个冠。我现在看他的身体前面全部都有那种云的，蛮厉害的。都有云，师傅都有云彩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比你好。